Hello， 哥哥姐姐们，欢迎收看《Jasper 历险记》，美好的一天从当暖男哥哥开始。小小的身体有大大的能量，在暖洋洋的冬日里，我可是成功收获了一众迷弟迷妹呢。家务比给美食诱惑，在我的家有一个好的，有好的食物，全方位保护。小泡芙。成功收获小泡芙迷妹一只，还有小迷弟 Max。 我的老弟弟，我是公主古白，在遭到内内姐姐的十级嫌弃后，转而迷上了我的耳朵。仿佛掌握了做大哥的必杀技，这种感觉真好。我们爸爸队出场的第一位是恭喜小山主成功加入坑爹豪华套餐。冻人叔叔，您的腰还好吗？作为坑爹大队的元老，冷哼大王这次可挽回了形象，力大能耍金箍棒，至高能擒小黑猪。抓他！抓大王！抓他！至于没有成功这种小细节就不要 care 啦，那都是意外，才不是我们恩恒的正常水准呢。快，恩恒你帮我一局的时候到了，好兄弟要并肩作战，比赛才能赢。小伙伴们，下周见啦。